香港政府二九月一号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，为香港市民提供一次免费2019冠状病毒检测服务。计划有累计七日，视乎实际进度最低延长七日。该月属于自愿生着，除了六岁以下个自通个唔适合进行检测人士之外，所有持有有效身份证或者香港出生证明书，并且无病症个市民也可参加。市民可使个网上预约，提供个人资料，筛选检测地点个时段，方便接受检测服务。政府二角区设立社区检测中心，中心就地为根据卫生局建议适当感染控制和保持社交距离，收集鼻腔和喉咙混合样品，都要有为了解护理经验的难忘经验。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人士，结果会以电话多线通知；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，将由卫生局通知并作出更正。此次检测只为个香港进行，检测样本也唔会送出香港之外。过完成检测验土之后，就会销毁，个人个隐私受到充分保障。